先生，各位女士，大家好。首先，我好感謝資本一周頒呢個獎俾太平洋酒吧。我好榮幸可以代表公司領取傑出上市企業大獎呢個重要嘅獎項，因為呢個獎項係肯定咗我哋過去咁多年嚟嘅努力。回顧十八年裡面，太平洋酒吧經歷過無數嘅蜕變。變的是我們分店的數量，變的是我們管理的制度，而不變的是我們公司的原則。我們堅持要為香港的酒吧業投入正面的影響，以一個企業式去管理酒吧，令到香港有一個健康的本地酒吧文化。最後，我想多謝這麼多年來和我們一直並肩努力的合作夥伴和太平洋酒吧集團全體的員工，多謝各位。